保时捷卡宴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过去，张宝阳，乖乖。过去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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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有欢喜。Round two。今天来了一个猛啊！保时捷敞篷跑车。加油！冲！这么淡定啊！再往前走一米就成了推土机了。这个保时捷这么漂亮，来这里。嗯。再走二十公分，这杠就要掉了。保时捷，保时捷敞篷版，这是不是九幺幺？啊？哇塞！我去，这还要挑战啊！哇，好车，好车，这么漂亮的车！兄弟们啊，来辆九幺幺，他要挑战老板，老板，我们看一下这老板手法怎么样啊 ？Oh no！兄弟们啊，来辆911啊，他今天要挑战老表哥，我感觉他要放弃了，这家伙一下子就托底了。不懂，来吧来吧，红标思域啊，红标思域，推土机，把速度拉起来。哎呀，方向没搞正啊。你还想干拔呀？两驱车，这一看就是假红标了。假红标。来吧，开始救援，五菱荣光救援思域啊！本田思域托底了。托底了，托底了。啊，这个五菱还是力气不够的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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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。再弹一下。啊，可以了，没问题了，已经出来了。就出来了。哇，你要撞墙啊，这是。啊，救上瘾了还？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这小子救的发火了，救的都。哎，你先不行啊，叫你别拉了。还要拉还要拉，这前。拉不动，再倒，再扯一下。一二三，发射！哎呦！好，再倒一下。别拉，别再拉了。可以了，大哥。可以了，大哥。一拉两个手就过来了。